都一样的。086。它的 VIN 里程那些都一样的是吧？是的，我看一下里程。里程怎么才18哎？对吗？嗯，18公里。VIN 也对。哎呀，熄个火筒。跟钥匙断开。熄火，立马就熄火了。你这安全不太好。要不要开门呢？不用开门，不用开门。因为这个和那个 S90是一样的，可以。它里面的数据都是一样的。它的点火状态呢？点火状态也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里面的数都没变。这个我们是接的什么？好像接的发动机那块的数据线呀，总线呀的。